going out tonight and I want to get raped. I need a script that will encourage a guy to have sex with me against my will. The blue one. Definitely the blue. As if.没有对方的同意，你就有可能是性侵犯。2015年6月，在澳洲雪梨西部的黑镇市，一名18岁少女参加派对喝醉酒，独自到屋外的厕所，她跪在马桶前呕吐，三名参加派对的男子闯入，其中一名19岁男子把跪在马桶前的少女翻过身来，扯掉她身上的衣物；另一名22岁男子强迫满口秽物的女子替她口交，率先动手的男子则性侵她。完事后，三人离开，全裸的少女从厕所爬出，昏倒在地上。审讯期间，率先动手的男子承认性侵，作证换减刑，声称没有注意到少女。烂醉，他没有喊停，以为他非常享受。陪审团作出裁决，认为其他两人陪同性侵有罪，明天将会判刑。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。